好的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郝师，欢迎继续收看《战争机器四》，这都已经是第14期了哈。咱们去找那个家伙会合，到底那个家伙会是谁呢？会不会是马库斯的老战友呢？看来我们安全了。不，不行了！我说真的，你不能再那样说。说什么？安全了？拜托，这是诅咒自己最好的方法。是吗？你在开玩笑吧？我没有。自从这一切开始之后，我们什么时候真的安全了？通常我会说诅咒跟实际的几率没有关系，不过这次我同意，别再说那几个字。好，这太荒谬了，看看四周，我们真的安全了。马克思，拜托。啊，我不知道哎，他们有点说服我了。他说他会在前面的十字路口跟我们碰面。有个大家伙朝我们这里来了。马克思，你真的诅咒了我们啊，厉害啊！其实我觉得我没有。我去，当马可是要呼叫帮手时，他可不会乱搞。谁？什么？你没打电话，也没写信。科尔不像。喂，谁最爱你呀、马可斯？那个是科尔。好久不见，科尔。差不多有十年了吧。你还记得 JD 吗？我记得他还要再矮一点吧。每个人在你旁边都会变矮，科尔叔叔。科尔叔叔，不好意思，难道你小时候我给你的玩具还不够多吗？我这辈子已经看过太多你的玩具，不用了。他的玩具？凯特、戴尔，这位是巴德。他是迪巴德的执行长，不是黄毛吗？头发都掉完了。小时一直想杀死我们。喂，哇，你是说杀手迪比的事吗？这是吉恩做的，不是我。啊，你还是发明他们的人呢、啊？你听看看，这有没有很耳熟啊？你在卡克擅离职守大概6个月前的事吧？而且不知为何没人逮捕你。我更近一点的是，你被困在5号聚落里。神奇的事发生了，有辆运送机器人的货车停了下来，要你们上车。真的假的、爸，你让这混蛋看着我吗？我想你应该要说的是谢谢您。你确定你能对？果然是老朋友啊，一个是巴德，一个是科尔，但是没想到巴德头发掉光了。JD在小杰克里，你们一个人去驾驶贝蒂尔号。所以他们是真的回来了，在某种诡异的方面，我是真的有点想念他们。我懂你的意思。我们的便车来了。我来了，各位，要走了吗？这是谁？老婆是真心想加入我们吗？沙曼跟我没结婚，她是特殊的女性朋友。沙曼，而且她自己坚持要来的。沙曼跟她已经。反正沙曼在三代我听得到，就是审判里头也出现了，对了，应该是、叔叔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变成了一群老家伙。科尔的招牌性动作。老家伙，我们跟得上吧，我们会去前面侦查，让你们知道要面对什么样的敌人。破门而入，小王水吧。原来你不想接受帮助的那个人，就是那个真的能帮上忙的人。拜托，太讽刺了。知道吗？那的确很讽刺。看，我就知道。七级。哇哦，帅气，骚气。好了，小子，有很多混蛋挡在你们跟那个水坝之间。天哪，巴特叔叔，谢了。该死，带人兽。哇，好小啊。好小好小啊，带元兽。那门旁边有子夜兵。说到门，管你什么兵，这也太帅了吧！只要你瞄准好目标，我们就能炸掉。站住！哇哦！
我太粗心大意了，怎么就会直接死了呢？我正看着提示呢。小家伙，我们跟得上吧，我们会去前面侦查，让你们知道要面对什么样的敌人。杰利，原来你不想接受帮助的那个人就是那个真的能帮上忙的人，拜托，太讽刺了。知道吗？那的确很讽刺。我就知道，真帅，还想跑？好了，小子，有很多混蛋挡在你们跟那个水坝之间。天哪，巴特叔叔，谢了！啊，盖人兽，盖人兽，直接袭击！收到门，袭击！被挡住了，这是机甲，踩死！哈哈哈！门不见了，看，我们通过了。我去，还活着呢，真耐。简直是泰坦陨落。还用空袭，直接普通攻击都打死了。小子，有好消息和坏消息。坏消息是很多普通途径跟着你们。这还用说？那好消息呢？好消息是，你爸非常非常以你为荣。盯着，我现在要去杀更多怪物了。跟巴德说，这机甲我不还他了。喂，想都别想。我也不还了。踩死。喂，前面又有抓头兽。逮到他了。两脚就踩死了。废掉。谁打我呀，这么疼？一抓多少，躲一下。你觉得他们会痛吗？好，看来离开这里的方法有一点点啊，勉强了。请求空袭支援，空袭来了。哎呦，大块头！上两期的 BOSS 哈。好，还有光荣兽要对付。但这次他挑了跟自己体型一样的对手。我去，还能这样？火箭出去了。
这个还这么耐打啊。过去处决是吧？我去，把嘴给撕叉！好，风龙兽死了，我们快离开这里。没问题，可是怎么离开？喂，小子，瞄准那面墙，我们帮你们做个出口。我好喜欢那种声音。感觉底下走不动啊，好，能走动了。呼叫空袭的导弹是有限的，但是它随着时间的增长可以恢复。又出现两个带人兽，还有抓夺兽。抓夺兽，他打一下，这个机械都这么疼。他们完蛋了。好，雪霸就在前头，清掉那个转轮吧。我去，好，我们到水坝了，我们得想办法穿过去。又来。这以前是叫巨龙兽是吧？射出飞弹，马上！射出飞弹了！发射！等我一下好吗？
飞弹不能一直发射。过去处决他。阿德，中子了！小子，我看到了，做得好，我们另一头见。又解锁了一个什么成就？第五幕第四章解放。随机那些洞穴他在里面，确定吗？确定，那是网络的核心。那我们快去救他。帮我们会碰上什么都无法阻止我们，对吧？小子，我在上面侦测到令人担心的地震活动。什么鬼啊？我去，弹逮到了！他们回来了！继续往前推进。走不动啊！我去，这是什么怪兽？大型的。好，那个，他可能真的会阻止我们。啊！我真的需要些建议。好，瞄准那些触角，射出飞弹了。挡我啊！臭脚完蛋了！你们的机会来了，快扯掉那些该死的玩意儿！就像定住机一样。得赶紧空袭他才可以啊，才可以空袭他才可以阻止。射出飞弹了。好，这样他就还只有三只。下一只，好，又一个完蛋了。发射，
还有最后一个。拜拜。小心他们发射！该死，沙曼，敌人来了！我们被击中了！该死，我们要坠毁了！快抓紧！好了好了，大家快出去！啊，他们逃出来了。我们没事，可是我们这里有蜂拥族要被捕。捡起乌鸦直升机的状况如何？因为我刚想到个主意。不是啊，怎么玩啊？把他腿给割掉！蜂巢魔王，我们去找他。接下来大家又要步行了。我的天哪！直接找到他妈了，已经。你早就知道了。对吧？是的，但我不知道他会变这样。如果我被释放，我会死的。他们一定会这么做，凯特。杀了我，拜托雷娜，拜托 JD，
你不能要求他。别说了，我想让他解脱。事情还没结束，带他去找个安全的地方。你们不需要保护我。我知道，你需要时间。相信我，我碰过这种事。他希望你能收下这个。这个是我外婆的，我从不了解她。真是漂亮。什么情况啊？啊？啊？那打完了？不是，这啥情况啊？就这样结束了？哎，这个家伙也逃出来了！我去，真屌啊！所以大家都跑哪儿去了？开什么玩笑？这就结束了？就这样结束了，哎呦，这流程我还以为还要再打个几期呢，这太快了吧。那么好吧，那这个整个战争机器四的流程呢到这里也就算是彻底都完结了。当然它留下了很多噱头啊，就是我估计就是将来要放在战争机器五里面去再往下面演了。那有机会的话，我给大家再演示这个持久战吧。今天就先这样了，感谢诸位同学的收看啊，拜拜。